以往这个买满五阶的职员会送的是随机的紫卡职员一包，以往是这样。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录影。嗯，哦，有，找到了。这个是我之前赛前的时候，本来也没有很想要买那个解体包，但是后来为了要弄左外野手的职员，所以我还是买了职员解体包。哎，还是买了解体包。你看上次的8月25以前的这个解体包，它最好的职员是它最高奖励是保底一张紫卡职员。那其他的我看看。好像不是很容易看到，那就不重要了，算了。重点是这个，他从保底一个随机职员变成保底紫卡职员，这个是差蛮多的。那当然，你有职员之后，可以选择要哪一个位置的职员。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可以看缘分。总教练系列就是。如果你的跑速够的球员，你的整体的组合队跑速够，像是拉米狗队、拉米狗系列的跑速本来就够的话，那就可以选择林威柱。啊，如果是像牛队是速逼守备员比较多的人的话，那就可以选择红一中，不是这个红一中，是富邦的红一中，那应该在前面。没有，富邦的红一中。他的原始职员就会加一点跑速，再来是缘分总教练的话，又会再拿两点的跑速，这个456磅加2，这种红卡的职员的指导力都有办法开456磅三位打者的跑速加2，所以如果缺跑速的话，强烈建议用这支红一中。那缺手速的话，送林威柱。那我自己组的队型的话是比较缺手速一点点，像高国辉，假如不是开到这个潜力的话，他是缺手速的，他是吃蛮多守备速度才有办法灌到120。那跑速来说的话，要再更上一层楼，基本上是要开全力狂奔啦，像郑兆航。要开全力狂奔，那二垒手如果换子东哥的话，他就会缺跑速，反而不缺手速。那我现在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就是选择先把跑速顾好。那内野手现在没那么多跳接球，不像游戏第一版本那样子，所以我是选择先把跑速内野手就是顾好跑速，外野手再来弄手速。现在开台是因为我看到这个 life 不是 life 包，那个阶梯包真的很不错，我希望。玩家族如果是想要小氪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阶梯包。然后还有阶梯包要根据你的资源来选择啦，非常需要根据资源。那像我的张天麟这只能上场，就是他的手速可以盯到118，搭配林威柱还有替补加二的红一中，黄忠义哦，晚了真的是一只口误。这个替补手速加二，他可以灌到120的手速。所以这支张天麟是比林哲轩还要好的替补，一来他是力量型，二来是他的跑速没有直接巅峰，可以给对手一个误导啊。三来就是他是替补上来，手速也有120，那又没有特殊姿势，这相对来说是超大的。所以其实职员要怎么配，蛮看队型的。最好的牛队当然是灌跑速灌满啦，然后紫卡打者的话。选择那些无数的卡片。那这支击球速度型，它如果要灌满的话，力量可能只有110几。如果有紫卡打击教练，它就可以力量120，应该是有办法摸到。那这支也是。那我自己用的球队是一些红卡的鸟枪选手。只是鸟枪选手，速度都没，速度很快，但是守备速度没有特别优。
那力量的话也不高，但是我都凭打击的 timing 去开轰的。所以缺不缺这个打击教练的紫卡，其实很看个人啊。我自己是觉得，假如不缺的话，那可以选择像这种随便一个黄卡，中外打击加三，就可以让我的库龙打击变一二一。我自己是有觉得打击一二一好像真的比较容易开框打安打啦。你们对天的打者也可以体会看看，打击有巅峰的。那另外红卡的职员的话，都会有一些卡片是有配这个跑速加一。像这只四缸校是配这里，然后我找个之前发职员教学影片的时候有讲到的这个个案，这一只是之前我朋友的正经翼，好像走这么糊，没办法。那其他的跑 BC 的话，基本上黄卡都是走这种指导力的，黄卡跟红卡的指导力其实差不多。看看啊，之前的个案怎么讲？好，之前是说红卡黄卡的差别主要是在田径训练的位置，像黄卡是八九磅跑速加二，红卡的话是四五六磅跑速加二，紫卡的话目前是确定是一二磅跑速加二，所以如果紫卡职员的话，其实蛮不错的，是你可以开个一二磅跑速加二，再开个替补加二，这个就比红卡职员还要强了。因为红卡职员，我自己觉得，某种程度而言，使用是四五六磅啦。假如你有你的四五六磅刚好差二，就可以一百二啊。我自己是先发打者不差，我缺的是替补打者的跑速，所以非常看每个人的队形，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啊。假如你的先发打者够强，像拉米狗可能一到七磅都是跑速120，他不用吃职员的话，那就是八九磅再加二就好了。看队形啊，但是八九磅我自己在这款游戏理解是，他是一个只能打一磅的打者，没有像一二磅至少三局棒球一定打到第二轮，那四五六磅的话也很低几率打到第二轮。那二对二的话，更是只会打到一次而已，基本上很难打到六磅了。二对二根本不可能打到六磅，几乎很难哦，几乎很难。就算上来都是延长赛。四五六磅会啦，四五六磅通常是延长赛的跑者，所以是七八九基本上打不到。那扯二对二就多了，因为基本上大家也不会针对二对二调度资源，就是跟对一对一有什么阵容去弄什么，所以我觉得紫卡跑垒资源真的非常值得补。那这一次的这个阶梯包是一个让大家入手紫卡资源或者紫卡守备员的一个机会哦。那紫卡守备资源的差别在于，也是指导力啦，可以开两个，一个跳接失误减少，跟外野扑接失误减少。可是这个缺不缺，就是也是看人。那这一次阶梯包可以买两组。我自己是觉得，你开到一个职员之后，你要让他练满四等。紫卡职员的功用几乎都在四等的教导能力啦，像是左外野手速加一，或者是全体手速加二，跑速全体跑速加一。不管哪个位置的职员，首席教练的话，紫卡的首席教练主要为的就是他的第四格的教导能力，四等的教导能力，总教练也是为了教导能力，守备教练是为了教导能力，不然这个职员指导力清单来说，看看守备教练，守备教练红卡跟紫卡有的其实都一样，黄红紫都一样，虽然那时候是逮捕，可是后来看完其他社群玩家分享的紫卡职员的数值，我是觉得守备教练啊，紫卡跟红卡基本上是只差在这个格数，还有第三格的这个指导力，教导能力。红卡的教导能力不会有加手速的，不会有加外野手速，顶多加二游吧。有加二游吗？也不是很确定，可能没有。然后首席教练的话，主要是要拿红卡等级上的替补手速加二。当然，你的打者如果是先发手速都120。的无数卡片，那也不用强求啦，也不用用到这个。那再来就是为了他这个教导能力，第三个教导能力的话是四等开启的，这只是加跑速，也有的是加左右外野手速，也有的是加中心
中心选手、中心线、中外野手、二游、捕手这四个位置的跑速啊，这四个位置选手几乎都是速比卡，所以你给他加跑速会很强。那我现在比较想要补的是 BC 的职员啊，或者是拿到林威助开缘分教练，那都可以。我以我来说，我应该是比较想要拿 BC， 其次是 PC， 其次是 BC。那 BC 来说最想要的职员哦，因为替补加二是必带，然后还有一二棒加二，这两个是我想要的教导能力。这两个是我想要的指导能力。至于教导能力的话，也只有三支。这三支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是以内野手的跑速 C 五取三吧，三垒一垒游击，三垒一垒二垒捕手，三垒游击，其实用谁都 OK、欸。我的队形来说的话，其实比较不缺捕手，因为我的捕手已经跑速120了，除非要跟 TH 卡正打红，那才会捕手 越多越好。那三垒跑速是希望还是一样有加啦，因为我现在是加一点，如果一样三垒跟一垒都有再加一点的话也不错。所以无论是拿陈瑞正、郑坤吉还是一色优，我都能接受啊。如果是加游击跑速的话，有一个状况可以发生，就是我的郑兆航不用开到完美的稳定，完美的全力狂奔，不用开到完美全力狂奔就可以有120了。我现在是稳低嘛，如果再加一点的跑速，就可以三星潜力就可以120。所以无论是哪三个职员，哪一个跑垒职员，我都蛮能接受的。那再来就是一个问题，我现在跑垒职员就算抽到了，我还没有素材。那这个素材怎么来呢？跟大家推荐一个旅游模式哦。哼哼，这个是通关。我觉得旅游模式可以理解成有三个奖项吧。第一个奖项就是你完成第一个阶段，你就可以拿到，我想一下怎么讲，完成第一个阶段吧，这个是大家应该都打完了。完成第一个阶段最基本的 normal 难易度，这个九宫格这几个球场全跑完之后，你的 normal 难易度就会拿到这一条。那跟你打几阶，全部星星就都收集完没事没关的，这是第一个奖励。然后第二个奖励的话，就是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啦。像假如我把三星刷满，我就可以再多7万元的游戏币。那这是第二个奖励。第三个奖励的话，就是这个通关之后，哎呦，又不小心点进来了。第三个奖励就是，哎呀，又不小心点进来了。第三个奖励就是这个奖励资讯，你打完之后可以拿到，根据你的星星量来取得不同的 bonus 奖励，我是理解成这三个啦。首次完成这里有一点钱，那越往后的我自己觉得都还好。我现在已经打到第四个了，也只有一张 TH 而已，这个3000万而已，很还好啦。我觉得这个不太重要，所以我把它列为第三个。那现在如果你有走到世界大赛模式的话，第一个奖励，这里有开始有综合的200宝石的职员包，是200还是300宝，反正这个商店就有卖了，没有很值钱。有 30% 幸运券，还有这个一般的回复券，也没有很好。然后再来就是大量的游戏币吧，如果刷满三星是有蛮大量的游戏币，可是也没有很好解呢，要满贯炮一胜。当你可以后来再去打第二次，第一次就专注打两分炮，第二次专注打满贯炮。可是为了这350万要再重玩一次，我觉得没有很有价值啊。350万就是一张肥料纸的价格哦。你现在点卡会在乎那一张肥料纸吗？不会的话，就不用再花时间去重打一次。第二个是南美洲，南美洲一样是有大量的游戏币。还有一点点宝石，跟这里
这里开始就不错，是有高阶回复券的。我觉得高阶回复券一个，如果是算20000宝的话，蛮值得再来重打一次哦。那要再去刷 Hard 跟 Extreme， 要星星全满，就真的是每一把都要手动打了。而且一样有几个很难的关卡，两分炮、满贯炮。啊，我这个都是让它自动跑一跑而已啦。我没有去认真刷这个阶段的，主要是第三个阶段中美洲这个，经过社群玩家提醒我之后，真的发现有一个好东西哦。来，第一帕奖励就是这里区域难易度，假如你整个球场全跑完，不用全三星哦，不用全三星，你就可以拿这里的奖励了。是有高阶资源包，还有这个是高级回复卷、高级宝石回复卷。还有一个 TH 卡包，好，高级回复权两张，一个高级资源包。啊，高级资源包都是放在商店卖的，或者是像之前有夏季联赛活动才有，很不容易取得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值得优先处理的一个福利哦，算是可以优先处理的一个系统。假如有空玩游戏的话，可以真的是打一下啊。我这个会那么多三星，是因为我全部都用手打、哦。无论是第一阶吧，第一阶就开始有一些很机车的东西，要五次三振，那就是丢速球，跟 AI 连胜挑战一样，电脑遇到160公里以上的速球，基本上是他们打不到的。所以我会摆一个 CP 比较强的阵容，然后二垒安打两个，这个所以前几棒跑车选手你不能跑三垒哦，这个都要自己手控，然后有机会要冲二垒。啊，也有一些很机车，真的很机车的。他好像要两个三连打吧，我不知道在哪里。两个二连打，那是 BOSS 关吗？哦，这个只要一个三连打，所以是一个三连打，然后通常会配两个两分炮，还有什么两个二连打，反正都是有些很机车的东西啊。三连打你不是120跑速的打者，你基本上是跑不出来的啦。因为全垒打常不小心就轰出去了，不太有机会是全垒打还可以跑一点点。那这个东西你把这六包高级资源拿完，我觉得以 30% 的几率来说，六包乘以 0.3， 你至少可以拿 1.8 张，两张好了，算两张的资源好了。那你是一张紫卡职员要练到4等，就是2紫配10红，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阶梯包你买完之后，你就可以让一个位置获得4等的紫卡职员，我是觉得蛮划算的啦，算蛮划算的了。好，先来看一下我那一包会中什么嘞？流模式真的是会给大家蛮多资源，尤其这个高级强化回复卷。哎，游戏币的东西自己想办法吧。TH 卡包若抽好一点的话，就也有游戏币了。来看一下这个。哎呦，马上中紫，肥料一张吗？哦呦，这个其实对我阵容而言也蛮好用的，因为牛队的救急体就是缺跑速，但是我已经组成这个模式了，我不太会想要再去大量的换卡。这个对我而言换卡的成本很高，这个要用这只川崎中泽，你就是二垒要用黄忠义99或00，有几手要换帝多，都是无数卡双速120，这才有它的价值。可是对我而言，现在这年头还要再去为了这张资源重新去建队，不如之后多存一点资源，直接点 TH 的郑兆航跟黄忠义。那我说 TH 卡包不太值得弄，就是真的超多地雷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只有2亿？因为它是新卡啦，如果你抽到09到19，那就更少钱了。2亿，那要趁早卖掉，这个要趁早卖掉。你看一直在跌，
3000万或2亿啦，不一定会是什么。这只现在也跌了，之前前几天因为那个 EX 潜力刚出来的时候不太有办法拿到，然后 ES 潜力也没有开很凶，我本来25000宝吧，开到剩下开到剩下18000宝，差不多花7000宝我就把我的 EX 潜力给弄完了。那郭永志跟萝莉那时候都是加上最便宜的，就是2等卡跟3等卡，0等卡是买不到的。我大概花7000宝我就把这个开完了，还好哎，不难开。所以这一次的职员 set up 包可以好好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职员到底缺什么，自己的队形缺什么职员啊？有些这种红黄职员都是可以慢慢淘汰掉了。那总教练就是也是看一下自己的队形缺什么，首席教练、打击教练、跑垒教练。那当然，首席教练跟总教练的数量在整体职员的职卡里面算是比较多的。我认为比较值得指定守备位置的就是守备教练、跑垒教练吧。守备教练，我看一下总共几张，守备教练只有4张而已。跑垒教练只有3张，我觉得这两个位置比较值得特别去指定的。那再来就是投手教练吧，投手教练因为我自己有缘分，教练是黄清志，所以我拿到黄清志必留。那再来就是如果拿到蔡仲南的投手教练，或者是王建明的投手教练，我觉得也不错。签到看看。签到活动，好，这个还好久以后，9月14号，这要在2个礼拜了。比较好拿的感觉，目前就是旅流模式，当然知道花时间打啦，这个真的要花蛮多时间打的。那我是建议大家就直冲到这里，直冲到古巴联赛之后就手打了，这里就开始全部手打了。不要，因为这里开始就是二垒安打2个，3正5个，这个你让他电脑自动打很难达成啊。电脑他自动打的话，常就直接给你跑3垒，哎，也不太会投3正，因为他们不会只丢速球，电脑要打不到你的球，就是160公里以上的速球。如果你让电脑自动配球，还会丢一堆懒趴软球，那会一直变打接杀球还是打跳接球。就跟你在玩单人模式一样的状况，没有那么容易拿3正啊。那无失误基本上是拿得到啊，有一些状况是会失误，就是你错位或者是电脑守备员会帮你跳接会扑接。如果你是手动控制的话，看到需要跳接的球，基本你就不要跳，那就不会有失误了。扑接的球也可以不扑，也就不会有失误。你这样还可以慢慢去刷3正。因为5次3振也没有很容易拿到，我好几次看看一般模式里面有没有3振就是没拿完的，没有，我手动打的话就有拿完。南美看一下，南美应该有3振没拿完的啦，我也不知道。哎呦，这个 boss 战我是手动打的，所以基本上3振会拿完。在哪里啊？突然间要找，我找不到。好像看起来都有拿完，3正5次我看起来都有拿完，但还是建议大家干脆就手动。有没有？这里就没有，这个手动跑的。这个自动跑的，他3正5次就没拿完。虽然刚刚好几个都有拿完，可是这个就偏偏没有。我是觉得既然都要手动打，就不要浪费时间，就直接一口气全部手动打完吧，这样子古巴联赛就3轮就可以打完了。3轮，这里才几个球场，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个球场，一场大概抓个10分钟吧，2个小时可以打完这里吧，1个小时半到2个小时，然后打3次。一般困难极限，
这样就可以拿完六个斯卡的六个高阶资源包了。嗯，这个是给大家这次如果要补 set up 包缺材料的话，可以做一个 combo。那再来重新再讲一下，我不知道刚刚怎么讲的。我觉得职员啊，总教练就是看你的队型缺跑速还是手速，来去选择要林威柱还是红一中。再来首席教练也是看你缺中心线的跑速还是角落的跑速，或是缺手速。假如缺外野手速的话，那也是可以。啊，再来是假如也要看一下你的队型，像这一支黄忠义是帮一垒的跑者，至少有加一点的跑速，这个角落线至少加一点的跑速。像我的张文忠，他就是吃配点要加五点，还要全力狂奔，还要内野球衣，这个都很吃跑速的。所以我的牛队的队型啊，要便宜的职员的话，要便宜的一垒120的话，就是要首席教练至少要给一点的跑速，才比较顺。对，前面的旅游模式随便打一打就好了。打击教练我自己认为，除非你的打者都是高等级的卡，力量都临近120，我现在是蛮确定力量120真的有比较好轰啦。像林威霆对天真的好轰，高国辉没对天没被克都好轰。那其他卡片，因为我是玩平民的枪速队，跑速很好，手速堪用，那打者的力量都是靠 timing 去打的。这支 OPS 也不低啊， OPS 0.875 还是算低啊，我不知道。那我真的是靠 timing 在打球的，所以我的鸟枪的球员就算给他用紫卡打击教练力量再加二也没比较好。跑垒教练的话，红卡跟紫卡的效果差不多，只是紫卡的职员，紫卡的跑垒职员才会有二垒或游击的跑速加一。那其他像一垒、三垒、捕手这几个位置，内野手的守备位置，他们的跑速红卡都我加了。那紫卡价值在于，他可以再多开一格，还有那一格可以从跑者4、5、6磅提升为1、2磅。啊，1、2磅是这款游戏最中心的打线，因为才有机会打到第二轮。4、5、6磅要打到第二轮，即使是一对一也有点难哦。投手教练的话，我觉得见仁见智，像蔡仲南能够 buff 很多东西，可是我的投手而言比较缺球速，牛队的后援投手球速被出太慢了，所以我是选球速。兄弟应该也算是缺球速啦，拉米狗的话可能还好，我不晓得，拉米狗也有点缺球速，但比起球速，我觉得拉米狗比较缺球质。他们 CP RP 是混来混去的，那牛队的话是可以组全 CP 阵，所以这个看看个人的球队怎么配。守备教练，我选择左外手速加一，是为了 buff 高国辉，这样就可以开稳低啊。他现在不太需要这个了，他可以开稳低了。但是我一直开不到，比赛前花了20000宝石去洗都洗不到。不是你啊，60%没录用。好啦，不洗了，因为我开到这个之后，我的胡金龙就可以107，等他对位上去守备的时候是108吧，因为有郑兆航就108，而且他替补再加二，所以110。我左外野其实已经堪用了，就不是很想特别洗了。真的要洗的话，是洗郑兆航的跑速加3吧。等他跑速加3之后，再加上跑垒职员多一点跑速给他，他就可以有120了。那如果12磅再加2的话，就可以更灵活的调度，看是谁有机会120，不晓得。目前这几张卡比较没差啦，之后有差的可能就是 TH 郑达宏大地士，郑达宏等级不用那么高就可以120。因为郑达宏如果换 TH 卡，力量高很多啦。然后再来就是他可以解放板凳，不用带王姓名。啊，不用带王姓名的话，我就可以再带个张建明。嗯，张建明的红卡10等放在12磅，他可以双速120。
如果是替补加二啦，双速120，这个要再调一调。这样我也可以考虑郑达宏去打一棒，这个要再大调，因为张建民真的是跑速差一咪咪，还有外野手没有那个潜力。我也有点考虑要不要先把张建民买起来，因为经过今天之后，可能会很多人知道张建民是可以双速120的卡。106加9加9，为什么加9不多解释咯？职员的话放一二棒可以加2 117啊，我有黄忠义替补，角落左中左右外野13垒跑速加1，所以我再加118，刚好差两点，就是需要替补加2，或者是职员用红一中那种卡片，职员红一中再加个跑速外野跑速球衣，大概是这样。有一点条件啦，职员要很完整才能让火哥变双速120，或是直接当板凳。那板凳的话，他又卡一二棒，所以其实这个棒次也要再大调，并没有说抽完就有办法搞定。那我这一次 set up 包还没有很想买，是他到9月8号还有7天的时间，再慢慢考虑就好了。我比较想要优先抽的是跑垒教练啊。那第二个想要弄的是他的，第二个想要弄先弄好的是我缺材料。我现在就算抽到有用的跑垒教练，我还是缺材料才能把它强化上去。那我就很需要旅游模式里面中南美洲的这个 Extreme 跟 Hard。这六个高阶资源包，等我打完这些看开完怎样，搞不好运气很好直接抽到跑垒教练，那我就可以用阶梯包来指名投手教练了，也不一定要用跑垒教练。那总教练的卡池有点大，我不觉得有必要硬去抽总教练，而且总教练应该绝大多数玩家都已经现在有一张堪用的纸卡资源了吧。无论是洪玉忠、吕文生、林月平，应该是有一张已经练满四等的堪用的总教练了。我不觉得有必要去指名这个卡池有点大，几率有点低哦。我觉得要指名就是指名跑垒教练跟守备教练，或是你缺的这个缘分教练，去指名这几个位置比较有效益。啊，打击教练我自己觉得纸卡没有必要为了他去抽，我自己就抽到三张纸卡打击教练了。都拿来当材料。然后再来我要做的事情是